去等消息吧，一旦有群众发现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你是说你们跟我们一样坐在这儿等消息？当然也不是这样了，你的情况呢，我们会向市局反映，市局有很多一线巡逻民警，会很快展开工作的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慢点啊。弟弟被送走那年才5岁，我12岁。这么多年在同一座城市里，我们却很少见面，他也不愿意见我们。可现在爸爸突然不见了。现在还撬锁啊？开锁好吧。开锁撬锁，反正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谁弄得明白？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已经整整3天了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你得去找。这是名单和地址，亲戚、朋友、街坊、邻居、同事，只要能想得到的人，凡是能找得到的地方，都得去。知道吧？他在家的时候你不认他，他是你爸爸。现在他走丢了，他还是你爸爸。将来有一天他不在世上了，他还是你爸爸，你明白吗？你说他是我爸爸，他认过我这个亲生。叔，看见老零头了吗？没有，那他接了个电话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谁的电话呀？不知道。这个还可以再放大一点。哎，你看，他在接电话，往这边走的。哎，你看，他背了个包又出来了，从这儿走了。他接了个电话，就急匆匆的出去了。谁的电话？不知道。厂长的人都问了吗？问了。电话清单，电话清单打印了吗？打了。他好像是9点左右离开的船长，8点13分打了1分钟的电话，电话号码是13510650878。潘姨吗？8点16分，61464472。真不假。8点35，64287988。物业。8点42分，13356784598。嗯，这个时间倒是13356784598，13356784598。这个号码给他打过很多次，他以前就接到过。都是在什么时间？都是8点左右。前几天，他接到过一个电话，然后就去了城南的一个烂尾楼，也是在晚上8点左右。他一个人去的。回来以后他很生气，好像就是为了你住的那个老房子拆迁的事情。可能你不知道。爸爸一直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亏欠你。带回去看看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请稍后再拨。不说话，挂了。
工作请发送 BN 加内容，移动用户到0882187六。请点6783109。观众朋友，现在坐在我身旁的就是失踪老人的儿子林晓光大夫。林大夫您好，您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好吗？哎，爸爸，我也不知道您是不是在看电视，但我知道肯定是我们做了什么错事，让你老人家生气了。可是爸爸，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你还是回来吧，我和弟弟都等着你回家呢。另外，要是有人看见了我父亲，请你赶快通知我们，我们会尽快地赶到你那儿，我们会好好的谢谢你。是的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您见到了这位老人或者能提供有关线索的话，请您拨打我们的。前几天他接到过一个电话，然后就去了城南的一个烂尾楼。哎，师傅，麻烦问一下你，这附近有一个烂尾楼怎么走？那边就到了呢。我想怎么样？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随着呼吸，膝盖弯曲，左手下沉，
自然搭在大腿上，右手直立，头向上，手回来，呼吸，身体起，两手平行，右手伸直，头向上看，往右边。您的信，怎么这样来啊？对不起，南小姐，一位先生说有急事。喂，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不要问，按我说的做。钱我带了，我们在哪儿见？去文化馆门口。喂，喂，喂！喂，到了吗？你在哪儿？继续看。七号废弃大楼，20分钟内没到，就不用来了。你在哪儿？上六楼。我到了。10个数之内下三楼。已经带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我只想看你跳舞。按我说的做，否则你不会再接到电话。喂喂，
弃这块地吧，可以吗？你知道吗？这瓶1961年的拉图，它被称为红酒中的男低音，是极品。放弃这块地吧，行吗？就当我求你了，放弃这个项目吧，别再让这个事情折磨我们两个了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壶，等一切彻底解决之后，我们开这瓶红酒来个庆祝吧。天佐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可能像你一样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每天都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。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的，原本事情可以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Thank you.
林大夫，今晚我有饭局，要麻烦你帮我照顾小婉啊。田先生，你有事儿尽管忙你的去，有我在这儿，就放心吧。谢谢，做完了。啊，我们还没开始呢，我还在等他。哎，不急不急。小婉，小婉。小婉，你在干嘛？啊！你看看你，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化妆品哪儿来的？我问你话呢。啊！妈妈留下来的。洗掉。不洗。洗。不洗。小婉，洗啊！田先生，要不你先忙你的去。自己画成这个样子，是想故意惹爸爸生气是吧？我想妈妈的味道。欺负他的时候，弟弟就会站出来，他会拿着一个木棍，大声喊着：“请赐予我力量，西门。”然后就把别的孩子赶跑了，厉害吧？这哥俩还约了一个暗号，就是每次哥哥要遇到麻烦、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只要一对暗号，弟弟西门就会出来保护他。什么暗号啊？这可是一个很特别的暗号，一首歌。什么歌啊？这么神奇？其实啊，就是一首很普通的歌。你唱给我听一下嘛。我不行。哎呦，你唱给我听一下嘛，唱给我听一下。我真的。唱吧，唱吧，唱吧。唱给我听。啊，我想想，这怎么唱来着？是啊。小小少年，没有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。小小少年，没有烦恼，但愿永远这样好。王总啊，您看看田总的事儿。这个钉子户难缠呐，工作不好做。这户人家可是插在田总眼睛里的钉子，软硬兼施，旁敲侧击，什么都试过了，就是不搬。不可绝对，要一样一样的试，总有一物降一物吧。要不咱来点狠的，停水停电，骗他出来再推倒。停水停电，雇个小混混发发狠，这个都是小伎俩。田总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混江龙一条，还能怕这条小泥鳅啊？啊！
田总这边可等不及了，再不拿下这块地皮，恐怕连老本都赔光了。只要能判他违法，我们就有了尚方宝剑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！啊，这几年这个事情闹得都很大，还是夹着尾巴的好啊。来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啊，喝酒！哎，来来来，哎哎，这位姑娘，我们好像见过吧？有吗？跳独舞的，凤舞九天。哎呀，我认识你，台柱子。前几年我看过你的演出，哎呀，那一次能转上几百圈。哎呀，那个身材，活凤凰啊！跳完那次演出之后，他就卸甲归田了。哎呀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这个人附庸风雅，还是喜欢跳舞的，啊？啊，你们都没看到过吧？啊，要不要看看？怎么样？哎，田总啊，让你收编的这位艺术家来一段，跳一个怎么样？哎，就是转转圈圈嘛，这个地方又大啊，来转一个。啊，他好几年没练功了，现在不行了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哎，这才几年呢，哪那么容易就荒废了？就去跳吧，去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，来喝酒。哎，不减当年，不减当年呐啊！林团结，我警告你，一周之内必须在班协前一场亲自。否则的话，别怪我来狠了。两个儿子，一个都他妈跑不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小儿子还一直住在老房子吧？我现在就去老房子，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一下，老子和你拼命！Thank you.
停车。哎，停车！坐坐。想看我跳舞吗？啊！你就越难过。认真，我什么时候认真过了？认真早就没得过了吧。我也是身不由己，这个项目拖了我四年了，我容易吗？好了，回去吧。每个人都不是为了自己活着，不得已这三个字，现在你不懂，将来你会懂。搜索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
忽然有一天，风波起了，忧郁烦恼都。喂，小婉，锁锁阿姨啊，你有事儿吗？你腿好些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阿姨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挂了。我在学唱歌呢。哎，你爸爸呢？爸爸那个盗懒虫现在还在睡觉呢。你一会儿再打过来好吗？嗯，阿姨再见。是你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想让你陪我一会儿。你天黑了就放你走，你们的事儿我都烂在肚子里。我给你钱，你开个价吧。我不要钱，我就想让你陪我一会儿。你配吗？拿着钱就滚远点儿，别这么恶心。恶心。你们呢？你们撞死人就不恶心了？如果不是我看见的，你们早就蹲监狱。
你还记得咱们怎么认识的吗？就是在这儿，我那天约了人，却没来，我就落了单。后来你过来拼桌，我就像刚才一样，啪，又就泼了你。可后来你跟我说，我也是来等人的。你还记得那天你喝多了？这些天呢，我每天都在受着良心的折磨和煎熬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怎么过去啊？事实就是事实，那一幕永远也挥之不去。直到今天，我又被扔进了另外一所炼狱，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。我要解脱，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你应该明白，我比谁都承受了压力，比谁都渴望安稳。变得越来越自私，越来越无情。你爱萧婉吗？你爱我吗？你谁都不爱，你只爱你自己的事业。别喝了，你喝多了。Thank you.
咱们报警吧。不行，谁都知道他是我这个项目的钉子户，现在出了车祸，说是意外，你会相信吗？不是肇事逃逸，是故意杀人。咱们自首吧，过年初呢，咱们还能好好过日子。今年出来，我一无所有。我不能毁了我自己。你知道吗？我努力了多久才有今天？啊？那个老头呢？他俩有的一切呢？你别忘了，车是你开的。人是你撞的，现在我的决定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明白吗？搜索，搜索，搜索，搜索！你故意撞的！我们走，我们走。男厕所在吗？男厕所在吗？男厕所在哪儿？知道。你不用说，男厕所在哪儿？
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你怎么了？爸爸有消息了吗？ 猫子，我给你搓搓背。你怎么这么多伤啊，兄弟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？ 给爸爸说我那么想，为你们扔他，你管我死活吗？找你们有什么用？妈，我爸爸回家了。 咱们三个人一起去泡温泉，好吗？啊！我小时候啊，偷骑爸的自行车，后来他们就我，记得吧？后来我看不见了，还偷偷骑着，我骑着。 后边拖着你，你给我出路。那年你7岁，我13。我都记得。我们的暗号，那首歌。小小少年，没有烦恼。
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阿光叔叔，等我爸爸回来了，你再走好吗？我一个人在家害怕。啊，没问题。你。叔叔，你不是也是一个人吗？你不害怕吗？叔叔不害怕。叔叔可不是一个人，叔叔有好多兄弟，有十个。你骗人，我才不相信呢。真的真的，叔叔真的有好多兄弟。小时候啊，他们和叔叔一起玩，叔叔有了麻烦，他们就回来帮叔叔，可好了。那你说说，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们叫卫东、卫国、红军、建设、向阳，好多呢，还有个叫猫子。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我不是刚说过了吗？再说一遍嘛。啊，他们是，建军、建国、建设。向红，嗨，说多了你也记不住，还有个叫猫子的，对吧？叔叔，其实你只有一个兄弟，对吧？鬼丫头，另外一个手机在哪儿？啊？你还想再看一遍怎么杀死我爸的是吗？我问你，在哪儿？都在这儿呢，除非你把我弄死，要不然你就跑不了。啊！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？那就给爸爸打个电话。嗯。在哪儿？爸爸在外面。小婉，你先睡吧，爸爸晚一点回来。啊？我跟他说说。田先生。啊，林大夫。是我。我在你家里陪着小婉呢。小婉一个人很害怕，你要是工作完了，就赶紧回家吧。辛苦了，谢谢你。哥，就是他杀了咱爸。电话断了，给他拨回去。喂，田先生，我知道猫子就在你身边，
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林大夫，你最好别管。小婉就在我身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，不会拿她来要挟你。可我要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多替小婉想一想，她除了你，什么也没有。 猫子，你行吗？我行，你行不行啊？我看你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如以前了。疼吗你，猫子？不疼，我是Superman。就吹吧你，还跟小时候一样，啊？喂。 猫子一直问我，眼睛是怎么看不见的。其实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回家了。